劝解你，我会纵容你，谁要欺负你，我就站出保护你，就在一起。你觉得她是世界上最美的女孩子，然后你暗恋她一辈子了，已经辈子了，哇哦，还是你妈？不只是你妈吗？哦，那你想选谁，你就别废话了，你就赶紧的吧。哎呦，我的妈呀！哦，不是。我选择焦一山。怎么说呢？我希望陪你。你别说了，这次是我要先挂电话，再见。什么？再见。请张一山出门迎接，并为他带上红色袖章。当当当，谁？有。那这个节目我不录了。杨子，怎么又是这个妖孽？怎么又是这个妖孽？再说一句，我告诉你，没有人选你，只有我选你，我救了你命，知道吗？我要干嘛？是不是？看这个啊！退一百次门，为什么你？我感觉我选了你，没有那么的开心。哎，这节目从这儿就开始了，他这会出来人呐。不是真的，他会出来人，我们每期都这样的。对，你得怕，对，在这儿，对，怕。不是，我不骗你，真的。我第一次。他们如果出来人，如果你逮着你的话，就。你觉得女生多少斤算胖？看得多高啊！你一共1.5呢？120斤胖了吧？多少斤算胖？我觉得他回答是120。用一种动物来形容自己。猴。用一种动物来形容自己。猩猩、猴子，娱乐圈关系最好的朋友。三星的网友问：在娱乐圈最好的朋友是谁？你觉得他回答是？应该说是我吧。别的是个帅哥，不一定是演员吧？跟他差不多也很成功吧？应该。必须得很懂事儿。如果每天在闹的话，我觉得那样对他来说会更累。你觉得你和杨子谁先结婚？他吧。杨子和周冬雨要属于你先就范。这杨子吧，如果你被劫持了，只能留下一个哥们儿陪你，你会留谁？张一山啊，他会武功啊。你觉得你朋友圈最有趣的是谁？杨子啊，挺有趣的。你自己觉得你的朋友圈最有趣的是谁？我真的觉得好像是我呀。娱乐圈关系最好的朋友。杨子。张一山有位网友问你，在娱乐圈最好的朋友是谁？你觉得他回答是？应该说是我吧。杨子是我的大脑，但他不是我的菜。他是主持。你到底什么时候娶杨子？杨子，你问问他到底什么时候嫁我？他对我没有任何的防备，我对他很好，所以他什么事都可能跟我说。他也不喜欢我这型的，他喜欢那种高高大大、强强壮壮的。对，对。然后我也不特别喜欢他那样的，真不好意思，杨子。就当你的护花使者了吧。基本上如果在同一个城市的话，大家就可能就聚一聚。咱俩只要在一个城市，他一定是会见的。那肯定是我买的。他买的。对，我们俩在一起，毕竟我是男孩嘛。他很包容女孩的。我跟他就是不想去消耗大家对我们的热情，在合作一定是得对得起观众的本子，而不是说为了满足大家去随便拍一个戏。给别人所有的备注都是备注名字，但是牛俊峰给我备注居然叫我大脸大脸猫，我一气之下也给他改叫大脸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夏雪。大家好，我是夏雨。大家好，我是夏冰雹。这是我的三个孩子。我叫夏雪。我叫夏雨。我叫夏冰雹。他叫刘星。哎，你们爸妈都在哪儿呢？我爸妈一般到的都比较晚一点。对，就迟，经常迟到。哦，经常迟到啊。谁在背后议论老人？有。哎呀，哎呀，来了。过年好，呀，宝贝儿，哎呀，我的美人。大家好，我是宋丹丹，戏里演刘梅他们的妈妈。哎，
大家好，我是高雅麟，在戏里演夏东海他们爹。你最想吐槽的人是谁？当然是杨幂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太丑了，只有她才好意思吐槽。我的好日子就这么一去不复返了吧？因为他腿短，腿短胳膊短就好穿一点，你知道吧？脑袋还大，能咳，正好把那个脸上帽子咳住。看看人家的嗓音，你再瞧瞧你。她是我的姐妹，我们俩是亲人，就是这样的感觉。我在她面前就是她的哥们儿，也是她的亲人。我们俩很奇怪是，不常沟通，不联系的。一年如果不见面也不会联系，逢年过节也不会发短信。但是只要一见面，就还是最熟悉的那一个，就像家人一样。比如你跟你的亲戚可能很久，也不可能跟爸妈天天联系吧，有的时候。但是你那个位置是永远不会变的。就是阴谋来了，然后你收到了就，不是你不能出声了，我这样，然后你收到你就。OK， 有用你那眼神，迷离的眼神。哎，对，你就用那回我，好吧？哎，对。我们永远在一起。谁要拆我们都不行了，我跟你说，拆不能拆。哎，有你粉丝了，回应一下，都有你粉丝了，太多了。杨思，有人喊我了。你这托儿多少钱花？你那托儿多少钱花的？我这都不是托儿，啊，他都是路人。我那托儿五十一个，就请了一个，你可够抠的。就一个人喊我，请了一个。啊？哇哇哇！我摸你了，用脚，不能用脚，只能用手。那你要说错，如果你心里一口才算，那这游戏还怎么玩？你再说一句话，我掐死你，行不行？张三，我问你，你选这句话？换个真心话吧，每一个大冒险。我跟你说，你真心话，我就把你给你。如果能卖真心话，走了。大冒险。烦死了！这就是刚，刚好遇见你，刚好遇见你。你长得好丑，好丑。亚斯是我的领导，但他不是我的菜，他是主角。没有关系，我们只是朋友，偶尔会替你分担你的伤口，把我的肩膀借给。在你需要我的时候，杨子和张一山手拉手深情对唱。当妹妹送我的忙啊，送到那大门东啊，正赶上闹天爷，刮起那西北风。